好，我是小哈。在网络上，我们看到有人分享连续跳绳十周，每天跳绳十分钟就能有效改变体态。这次呢，我请大哈来帮我测试看看这个方法。在影片的最后呢，可以看到十周前跟十周后的数据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方法到底有没有效果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十周前跟十周后的变化呢？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改变自己的体态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频道，跟到粉丝团按赞。拜拜。